女孩是一群有热情、有想法的伙伴，一起努力，让台湾人能够因为酸女孩的食谱开始进入厨房。我们希望鼓励大家顺应四季，取材当季，走进厨房料理，让读者从料理食谱的阅读当中去找到自己制作食谱的逻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因为酸女孩的食谱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料理方式。其实我们一直试图在台湾的古早元素跟台湾本地的元素去找出一些很特殊一直存在的东西，但是被我们忽略的，我们希望能够从当中去找出新的创新，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的传统的当中去找到新一代的美感。我们也坚持每一个设计的过程之中都要让食物是具有亲和力的，而不是它很美而具有距离，让每一个走入厨房的人他都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当你变得容易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做一件事，就是还原食物的制程。当你还原食物制程的时候，其实你就掌握食品安全的开始。跟着酸女孩一起四季饮食节奏的这一群读者，他都能够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饮食选择，他可以更有意识。当他累积更多的选择跟判断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饮食自觉个体。请支持酸女孩的纸本刊物，我们相信当你支持的时候，台湾即将有一本顺应四季的季节料理刊物出现，能够陪伴着所有的读者顺应当季，取材当季，然后走进厨房料理，还原食物的制程，也代表我们即将掌握食品安全的开始。谢谢你。